都打齐了没有？打齐了，非常好，雄鸡可好？咱们雄鸡有鸟中的蛋能吃，哦耶！有鸟可好？每天一个蛋，日和老相见，两天不下蛋，菜倒了相伴，三天不下蛋，高粱过的钱。非常正确，最近有鸟的产蛋量有所提升，希望继续保持。最近市场上的消费者更喜欢营养丰富的绿蛋，即日起每天下一个绿蛋的幼鸟们免吃饲料，改善包谷小米。哎，这个政策好，这个要得。两到三天才下一个蛋的幼鸟们继续吃配合饲料，这样子不公平。那我们这些老母鸡呢，本来抵抗力就差，一天下个蛋就不得行了。这是这是，从今以后包壳子和老母鸡的生活可以改善包谷小米。这差不多。这个最近我发现在我们战斗机当中的一些烧鸡工，大白天的在后山上跟隔壁村的几只母鹅眉来眼去，翅膀拍得啪啪响，别以为我不晓得。难不难的，你们晓得吧？反正我没有。我最讲的了是烧鸡工吃的碗里忘了锅里，就是这也太低级了嘛。安姐，没了了了了。若敢再犯，已经被我发现，直接把你蛋蛋都给挤了。啊，对的。都听清楚了没有？清楚了。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散会。